我真的没有不敢打、啊，我没有不敢啊！你自己看，我没有不敢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，对吧？我没有不敢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不敢、啊，我阿尼阿伟，你这个笑声真是哈。刚谁说懒儿说我不敢？不是，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就是我可以 call 你，是不是？你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你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哦，把百姓扣啊，扣啊，这样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要讲清楚哦。你是说我现在扣，然后马上就会接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想清楚哦。我只是不想要，对，怕你这样有点尴尬。金发就是直播告白，告什么白啊？告什么白？你们什么只是讲讲话而已啊，又没有怎么样。是人都会害羞吧？你就忽然间这样扣人家，然后。喂，然后咧，没有啊，他们叫我 call 啊，你们干什么东西啊？你要 call 就自己 call， 什么叫他们叫我 call？ 对，百姓在害羞，是会啦。讲真的，说不会害羞是骗人，但是就真的我不知道打给你，你那个会不会很尴尬啊？对吧、啊？了解啊、喔？对，我刚才问啊，你会不会尴尬？你也没回啊？点头啊？不是啊，我注意看，这是黑，知道吗？这个是点黑，你真的是百姓啊？还我们认识百姓？你屁呀！我根本没看过你的名字几次，你熊会来几头？哈哈哈！我觉得你会吗？我觉得会，是我尴尬。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尴尬。告什么白呀、啊？打个赖，讲个话而已，怎么变告白嘞？是男生就准备话题跟女生聊。我现在在跟我现在在实况哎，我还要准备话题跟女生聊，你写共享笑我不敢打，是不是？我没有不敢 ，OK， 我没有不敢。这样讲哦，我打过去会有点尴尬，这是一回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懒得也不可能说好打我，打给我，赶快打给我，赶快你扣我，我好想你扣我，不可能，你懂吗？我也不可能讲说好啊，既然你们记我，那我就扣，那一副就自己想扣，然后讲的好像是观众说要 call 的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没有不敢打，我讲真的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不敢打、啊，我没有不敢啊！你自己看，我没有不敢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，对吧？我没有不敢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不敢、啊，我阿尼阿伟，你这个笑声真是哈，怪不了。我真的打啦、啊，我没有不敢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会有一点尖界，懂吗？可以听笑声的，我靠，今晚金发就是这一段了。天哪！对吧？我先问一下观众会不会太大声了、啊？我说真的，我不敢打，我真的敢打、啊。鬼王、啊。哎、欸，啊，好兴奋哦！天哪、啊，很狂啊，很狂的笑声，都热了，精华是不是？啊、是的、欸，是的，有打有打，对啊，最近过得好吗？还不错哎、欸，自从遇到你之后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哦，是啊，嗯，今天天气好吗？好像有下雨、欸，你那边有下雨吗，亲爱的？我玩你，我玩你，你我给我陪拢起来。明明就是百姓尴尬、啊，没有啊，不是尴尬，因为这样忽然间打我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怎么放他出来？不是啊，你们就说啊，我怎么没有就打个赖，你是能干嘛、啊？各位，好兴奋，好兴奋哦！天哪，对吧、啊？阿西姐兴奋下，哎、欸，不好说，干嘛呢？对吧、欸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对，那个是你我上次问你说那是你小时候是不是？对，是我小时候，没有错，怎么了？亲爱的，啊，现在这张照片是你长大后是不是？对，是长大后，没有错。亲爱的，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做个比对，会不会太大？没有在一起，不要乱讲话、啊，感觉好像百姓被撩，乱讲话是不是感觉是根本好吧？装0204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不要装声音，很恶心哦。我好像有听过、哦，
不是说装声音啦，就是比较，比较温柔的声音啊。对，比较收敛跟比较，对，没有错，外放的声音，对对对。对，没错。我等一下要洗澡了，你要帮我洗澡吗？这个可能妮才有办法哦。如果是帮你，可能比较那个不方便的。会吗？会不方便吗？不会。对啊，要是全世界知道我帮你洗澡的话，我就完了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的手我没干嘛，我的手很正常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对对。俺心快扛不住了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其实，对。但是还好。对不对？请告诉我，为什么我要扛不住？啊？为什么我要扛不住？为什么扛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了。还是问一下康本，还是问一下你常对别人用这招，别人扛不住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有对你啊。假的，放臭屁。真的啊？你是第一个打赖的哎、欸。啊？什么叫第一个打赖？从来没有人打过赖给你。会有人打赖啊，可是就是没有我的男神打过给我这样子。哦。对啊，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我的行情很好呢，很多人 call 他呢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错啊，啊，所以你这辈子没有男神的意思就对了，你搞阿皮，对，你是我那个 YouTube 里面的第一个男神哦，这很重要，是 YouTube 啊，其他部分是没有算进去的哦，真的，其他部分我觉得，所以有其反性太帅了。他那个发现，你以为这样讲我就忘记这件事吗？所以别的部分是有的哦，别的部分还没。现实生活有没有？我们跟各位归类现实生活，或者是工作上有没有？或者是学生时期有没有？或者是那、這个，例如说，什么一些联谊有没有？这之类干嘛的？哦，对，只仅限有注意哦，仅限于 YouTuber 哦。YouTube 没有啊，男神目前就是我这样。如果我看到你本人，我可能马上就撕了吧。什么东西撕？要讲清楚。就是眼角，眼角是不是？对啊，眼角啊，他看了感动到流泪了。因为在男神面前，他比较温柔一点，不然没有气质。不会啊，你刚笑那个笑声就还蛮狂的。许哥眼角的眼泪，百姓看到。一进来直接听着湿了，眼眶湿了，感动啊，感动啊！前面十八禁，不要乱想，不要乱讲。我的脸也都红了，真的、哦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大部分女生遇到我都是会这样。是因为我相信应该是这样。男神打给我，我整个全身都湿了，连脸都红了。你很紧张哦。对啊，觉得好紧张哦。小夏天，小夏天是你的爱吗？什么的没有，大家都朋友啊！我靠，看一次实况就变爱了，哇，你们太厉害了吧，各位！你们啊，现在这个，可是我的奶没有小夏天大，可以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交朋友跟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对啊，跟奶有什么关系？对，就好像我现在跟一个女孩子认识哦，请问一下那个硬不硬？你介不介意？我是说拳头啦，拳头硬起来才能保护女孩子啊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不可能这样问嘛，不可能问说我硬不硬，那个对介不介意？我是说拳头，我是说拳头。哦，我觉得你现在在讲话那个感觉好帅气哦。还好说好说，不是现在，我一直都是，好不好？一直都很帅啊，对对，一直。小许长得比较像年轻女生喜欢的菜啊。哦，是这样。嗯哼。哦、你就是我的菜。等一下，这个有问题了，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吧。话中有话，他说小许是比较适合年轻女生的菜，所以言下之意，你是说你不年轻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我还不年轻的。那我各位觉得年轻的按一，不年轻按二，请投票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啊，你看大家都说年轻啊，对啊。你了，给我二一比较多、哦，一比较多，对啊，就明明就是我被撩，不要说我撩妹啊，不要乱讲话、啊，各位。我有撩你吗？这不是我在撩你，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。不是，我是说聊天的撩，你是不是在跟我聊天？对吗？啊、对啊。
可以充装的，可以充装的，宝贝。我给我陪弄起来了，哇，你好。老牛吃嫩草，你看小许，等一下，你说牛老牛是我还是说他？讲清楚哦。我蛮喜欢老牛的啊。超越时光的爱情，对不对？老牛比较硬，大牛比较懒而好汉。你那个高挑的发线，你这样这么靠近，我会觉得很兴奋。你其他那些爪高挑发线有什么好兴奋？我给剃光，我给剃光头了，很红，红个屁呀、啊！我都看得到画面，你跟我讲很红。小精灵放在哪？放在心里啊，不然放哪里？放在心里 不然放哪里？好吧。对啊，不然好，你希望我帮你放哪里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应该要说什么。对啊，吃醋了，吃醋了，这肯定是吃醋。不是啊，大家在我心里都很重要，知道吗？大家在我心里都很重要。前面放在裤裆，前面放在身体，是 OK 的，就是只要他心里有我就好了，外面有其他女生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话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们要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。不要让我们百姓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让他充装备嘛，好不好，各位？你们要看他认真的看他充装备。你有没有在看我充装备？我问一下。我现在正在看呢、啊，而且我之前就爱看那个，可是啊，我觉得好害羞。嗯，看哪个？就是我都会。看你那个欧拉欧拉欧拉 KO， 对我被那个欧拉 KO 了，真的完全被那个 KO。听说，懒人以前都会看小雨的台还是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小雨天，小雨，我没有，我很少看过他的台。对，然后还有是说什么，说什么小雨的妹子比较多，所以只好找百姓了。有人这么说，我想跟你本人亲自这个问一下，是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因为小许那个样子，小许的那个型就是太多妹妹爱，但是我喜欢那种成熟大叔，尤其是你的胡渣，所以小许留个胡子就可以了，是这个意思？不，小许不要，因为小许不要，因为小许这个我这個不行，我不是很。喜欢小许哦，害我有紧张了啦！你说什么在讲？小许有可能在看哦。小许不是小许的样子。样子怎么样？就是没有你成熟。对啊，我年纪比较大，本来就是这样啊。对啊，他年纪比较小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？我比较喜欢成熟的男人。所以不是因为小许太多妹了，所以才那个退而求其次。不是啊，但是他事实也是蛮多妹的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是没错啦，是没错啦。对啊，他都很难，都不晓得他要挑哪一位啊。那个他，我真有时候真的替小许觉得他蛮烦恼啊。就是像我这样，像我这样比较简单，有没有？你看他们都在讲小许。对啊，小许比较小，你要讲清楚，是年纪比较小，那个字要打清楚。什么比较粗大？什么鲜肉 VS 控肉啊？而且小许也不喜欢我这种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，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小许喜欢什么妹子？我觉得小许应该比较喜欢那个漂亮一点的。啊，你言下之意是你？我没有很漂亮。不漂亮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对啊，我问一下那个照片，大概你修了，大概修几分这样？修了几分哦？假如有十分，你修了几分？大概修了100分吧。所以这张照片是别人的照片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跟着我的男人一起努力。我，谁是你男人？你要讲清楚。对对，我们来冲撞了，大家，我们要气一波。那我们的百姓哥哥，讲不出来，因为叫百姓哥哥，我觉得有点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还是叫宝贝比较好。百姓哥哥好了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点妆啊？你这样讲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你。对啊。
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我现在点，那好像我就承认是亲爱的，可是不讲，就好像要在打你枪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我不好那个，对啊。欧巴，咋啦嘿？哎，韩语我听不太懂哎、欸。我就最好是听不懂。不行，我不能笑了，再笑下去真的是没形象哦。好累哦，真的是很累。没有关系，本来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还是有形象，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小女人。是哦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在我背后你就乱来的啊？不，不是啊。不会乱来啊！如果有你，就是你一个了。hold 不住。你看，哎，他从刚刚点妆到现在都还没点。哪个说我 hold 不住啊？赶快点，我们都在等你啊！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我看一下、哦，百姓的桌子怎么一直动哦？因为我在下面啊，不是啦。啊、你比我还敢讲嘞哦！我先充武器，对，让他充一下哈。啊，记得订阅我们百姓哥哥哦。没有，要订阅你的，订阅你的，因为通常来这边应该都订阅了。还不错吃、欸。我们要等百姓哥哥充武器。欧巴，干巴塞！谢谢，没有问题的。欧巴，欧巴，加油加油！欧巴，欧巴，加油加油！等下，我还在充安定值，你等下我要过安定值再加油。真的吗？对啊对啊，当然，因为现在你要喊很久哦，喊到后来你的喉咙会破掉。哎，我问一下各位，那个我有在看呢、啊。那个懒儿的声音 OK 吗？会不会太大或太小声？我觉得如果我笑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关小声一点。还好啦，我的声音，如果真的你有常在看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声音是多大声。嗯，对吧？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声音都特别的小声哎、欸。啊，我还没冲装，有什么好大声的？不可能一直冲装的时候声音都这么大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现在冲安定值啊，各位，不可能嘛？对不对？好性感哦！不可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太大声了。啊！天哪！你是在低歌啥？别激动，不是啊，我都还没冲撞，我为什么要激动啊？对，嗯，好，对，我觉得他手速很强，很蛮想试试看。好说好说，啊，开始了，欧巴加油，欧巴加油，来喽，嘣，哇，再来，我什么？好，来，过一个，欧巴，再来，好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对，你要有一段距离，不然那个会很大声。对，这样我剪片的时候比较好剪。我已经从那个奈何桥走到那个海边了。真的、哦？啊，你有喝？你有喝孟婆汤吗？不要，我不想喝，因为我不想忘记你。嗯。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，哇，好好听哦。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，哇，天哪！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，哇，连合了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你要等我唱完再出声音，不然我这样一直，我就想听。不是、啊，我知道，可是你要让我唱完了。欸、有人真是幽冥哦。对，我不想让人家听到你太多歌声。好、哦，是、哦。那种好赌一场的感觉，今生除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睡意悄悄翻、欸、翻，才发现睡意悄悄翻成了泪。好，我们继续冲啊！继续，没有没有，我没办法一次边唱歌边点那个，怕会分心。总是看不到，听不到，可是泪在飘，心在逃。过了这一秒，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好。天哪，打动我的心啊！
啊，但是我没有唱之前呢，就没有打动了，是不是？一直都在打动，自从你唱了之后，我的心跳得更快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。大概多快啊？有没有这么快？就跟高铁一样，是这样，就跟你手速差不多。其实我手速大概1秒16连击哦，你知道高桥名人吗？对，让我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。真的、啊，受不了！天哪，我的奶都湿了。啊？什么奶？要讲清楚。没事没事，我想要知道你要怎么凹回来。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没有吹冷气会流汗，对、哦，所以就全身上下都流汗了，哦、都湿了。对，不是只有部位啦，是全身啦。哦 ，OK OK。对对对，是全身，不是某个部位。啊、嗯，了解了解。好像不能直上哎、欸，完蛋了！哎呀，我冲错了，我冲错装备了，再见吧，十字弓！哈尼加油加油，哈尼加油加油！靠呀，没有五卷的、欸、对啊，你赶快去拉几张五卷。你干每个都这样讲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跟你讲、哦、你大概再拉个100张五卷应该就够了。哇嘛哉，问题那是我的赚啊，各位，那是我的赚啊。五卷现在很贵。对啊，988哎、欸。很贵，我们大概房卷跟五卷一张10块，每层其实也是差不多。有点贵。很贵啊，哈尼。买下去了，哈尼，850块而已。我嘛知，迄就是我赚，不是你的赚，你就嘛安尼讲。哈尼，但是一波冲下去啊！我觉得大概100张就够了、哦。我嘛知，因为便宜。啊有呀，点错了，不想点过了。刚点错了。真的很贵，因为现在的。因为为了冲那些锅铲那些都很贵。对啊，我们要支持百姓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厉害耶。好，谢谢我们懒儿赞助那个五卷300台币哦，300台币哦，我赞助270，270，三乘1.8、1.9吧，大概那个。540那个钻吧，应该差不多啊。开车了，开什么车啊？没有开车啊。我们要对为爱冲昏了头，所以要赞助哈尼五卷，一碗有点太多。为爱挣扎多少年？我为爱挣扎多少年？为情花了多少钱？原唱不是这样唱，我自己改的。300而已，就要过来我家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啊，谁说的？哎、欸，你们不要乱讲话、啊，你不要乱讲话，震惊。如果来了，我就会偷偷跟你们讲，没问题。震惊一点。嗯，我们要震惊一点。我今天是个震惊的女生。等等，你今天按你平常不震惊是不是？平常不太震惊。哦了解了解，看你直播台看也是不太正经这样，对吧、啊？不是啦，好朋友，大家都好朋友啦，对吧、啊？嗯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嗯 ，good friend。又要拉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用你刚抖的那个，我再拉一次。啊，有没有便宜的五卷哦？赶快哦，来哦，便宜的五卷，哇操，大哥啊，坐地起价100张，你赚到了。真的让你赚到了，我明明就很震惊。来，再冲！我还没有叫老公，好不好？对啊。OK， 这样应该可以，这样应该可以。我冲还没，哦，哈尼这样够了啦，有够多的。你想太多了，冲加9，没那么简单的。呜呼，加7了。棒！不是你看到大概是20秒后的事。我是什么身份？对，欸，我是真的好，因为我现在看你会那个啊。嗯，对，会一定会延迟啊，这一定会的。对啊，我是什么身份呢、哦？嗯，是个非常天真可爱、美丽、善良、漂亮、纯真、纯洁、聪明、有气质的身份。
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这一段大概背多久？没有，这一段我是一直都会。哦，就是反射动作就对了，我懂。对，这是我的习惯用语了。嗯、天，那个艾美丽闪亮纯真纯洁，上面有气质。嗯，对，是不是非常好很快吧？就是我的嘴巴嘴速也很快，嗯、对不对？啊，人家那波形象啊，你。哎、欸，你比我还敢哎、欸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没有吧。有。真的是他的套路，我不知道。全部都点点点，你看，全部都点点点。哎哎、欸，过了过了过了，不小心。嗯，好厉害哦！哦，八个八点呢。对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会精通各国语言，还是你只会这几句？要讲清楚。只会这几句啊。哦，一一代亚美代干巴代，提莫吉伊尼。Oh my god！ 我想问一下，一代亚美代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过，我不太了解那什么意思哎、欸。你真的不了解吗？我不了解，我听过，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。你真的不了解？对、啊，我不太知道。我觉得很假，很假，真的吗？观众会觉得很假，很假，一波气刷过去，有没有？真的很假？不会吧？我觉得男生不知道什么 idea made 真的很假，因为明明、啊、明明最常看的就是日本的，还在那边装。哎、欸，乱讲！欧美的啊，没有，不是。欧美的我也会啊。啊，欧美你也会 是啊？所以对，所以你常看，例如说像什么《神鬼奇航》之类，还是？哎，神鬼奇航不错看啊！哦，不错看啊！明天进播，网咖喇叭很大声，等一下把它关小声一点，等一下会有一些那个奇怪的声音。好了，我们要冲加八喽！我现在有一点点，我确认一下我身上有几。我觉得你什么时候可以欧啦欧啦，好性感哦！通常是加九的时候，因为加八我要先上去啊。没关系，我都只看左下角而已，没关系。嗯，不是要右下角。要右下角，为什么？因为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，把你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平板型跟懒儿开台的一个实况消息啊！别台看不到哦。嗯，因为我是说我跟他嘛，那我去别台的话，应该还会再加别人，对，懂我意思吗？对他之后可能赖聊天就跟别人聊天了。赖，我很少跟人家赖聊天的，大部分是阿西啦，阿西可能比较方便。冲装认真点哦，我很认真啊，你看我表情。我看不出来他认真。哎呀，我一直都很认真啊，真的。你不懂啊，你不懂我、啊。别台看不到的 VS 平板，我可以从现在开始懂你。嗯 ，OK OK。不要不要。下一句嘞？我忘记了。那你还敢说我？啊，我就想听下一句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。又被撩，又，什么叫又？你是说重复撩是不是？天哪！所以你很常被撩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，请大家请投票，有九个加七。哦，对，不加加卡。对，你觉得会有几个加八？嗯，只要你想要哪一把加八，都会加八。熊后西。对我来说，你永远都是加九平民百姓。加九平板型，对，我们对对，好来，所以就会有几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有九把，9把，有人说三把、五把，我觉得三呢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就三，我想一下，我来猜一看会几把加八，我是想讲三呐、啊，但是我觉得只有两把会加八，我觉得三呢、欸。好，我们来玩看，准备喽，各位观众，来，我直接点，因为我们冲加九在大绝，有没有？来，哦，一个过了，哇，一个过了，天哪，哦耶，再来，棒，好紧张哦，很紧张吗？很紧张，再来，因为你在我身边，所以我很紧张。你这样讲，我更紧张啊！啊，两把喽。等一下，我忽然间有种感觉，懒得说三把，我觉得有机会了。下面四把你交一把，一二三四，给我个号码。啊，随便挑，随便挑，你不用负责任。第二把。来，
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各位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一波七，一波七，看看我们到底是第二把会不会中。来哦，准备哦，一波 seven 哦。我怎么觉得好像不会？怎么办？不用怕，我们有那一波七应该可以。来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来喽。那个我先讲了，那个口那口水声不是我的，来哦 ，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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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.O. 然后再帮我做节目效果啦，嘿啦，故意的，故意的。下面有三把，一二三，再挑一把。你自己来啦，我会怕。自己来，好，我自己来。对，自己来。我自己来哦，你确定哦？嗯。我自己来喽，我要出来喽。我是说加八，你的手速可以，你的手速可以。加八要出来喽，来喽，各位观众，一波 seven， 一波 seven， 一波 seven， 笑声可不可以收敛一点？我觉得很难诶、欸，他笑声好像就是这样、欸。哦，我收敛一点，我收敛一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了，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拜托，要出来了，让他发。呜噜呜噜呜噜 ，K， 哦，阿、啊、扎。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说要出来了？真的，我刚点一点，我就觉得，应该真的会有第三把。我虽然最开始猜两把，不要停，是不是？然后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继续，继续。懒儿都说不要停了，我们就来喽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哦，不要停哦，我下去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来喽。不要，不要。来了，下岗。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 啊！怎么结果看你爆中就觉得很好笑？不是这样，我们才有张力，你知道节目要有张力，you know 张力。OK， 过来，现在给加八好了。哇，这个痛啊痛啊！再一个，你我觉得你先加八比较好。对，我加八了，我八哦，第四把加八了。哇、哦，好强啊、哦！好说好说，各位观众，一波七，咱们刷过去。真的很强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你看，用过的都说好，不是你没用过，不要乱讲吧。欸、用过都说好，赞啊！一波七刷过去，来喽，来喽，我对我看到那个画面都只有七而已，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哦喽哦喽喽。那个气不能停，不能停，不能停，千万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不要不要停啊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 哦，看到没有？好强、哦！好棒啊！我天哪 ！Dennis 真是太神奇了！不要停啊！大家说不要停啊！不要停啊！还可以再冲哦！哎、欸，还可以冲加十哎、欸，额外攻击加二哎、欸！哇！当我是白痴啊，当然不会去点他了。Okay、天哪！高潮了，高潮了！我的宝贝上世界品了！哎、欸，一波七啊，怎么没有人？哎、欸，等下这个名字大家会一波七吗？这个名字大，哎、欸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是我本人，是我本人，真的是我本人，这个是我本人啊！哎、欸，是我本人啊！没有人帮我刷一波七啊！哎、欸欸，大家会以为我是冒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的百姓啊，可是我世界品不能喊话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要接。欸不是，只有一个人喊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不认识他，他以为是分身啊。因为我们这个伺服器很多都开分身冒充我，你知道吗？对吧、啊？有啦，有在看仔，有在帮我刷七啊，有在看仔帮我刷七。对啊，不然、欸、你也要有美声的喊、啊、你。这个是百姓吗？可是前面写 G 八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在怀疑，有人还打点点点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好了好了好了，七七七七啊！好，谢谢那个月英有没有 ？ECKO 有没有？李莫愁有没有 ？King 有没有？还有谢谢毛毛虫、残缺的爱、蓝天舞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呦，小右哎，帮、欸、我一波六嘞，感谢感谢。多罗之鱼也有哎、欸，真假的？你们在看坦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同学帮我按一波七，谢谢。小王八蛋也有哦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是我本人啊，这是我本人，对对对。阿林，你等一下就要那个冲防具，防具听说比较难过。啊，一定的、啊，他防具已经设计比较难了。
对啊，防卷再拉一下就有了。我也知道再拉一下去。问题那个卷是我在拉，不是你在拉。百姓女朋友吗？哎，朋友朋友，不要破坏人家行情，对吧、啊？你这样讲讲啊，没有人敢追他了。我跟你讲，人家干，我跟你讲，在天后对吧？我没记错是不是吧？是天后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对吧？终于找到借口，趁着醉意上心头，表达不是啊，天后是无忌的，不是点歌，不要乱 Q， 不要乱 Q， 不要乱 Q， 好好听哦，说好说，你不嫌弃啊，真的真的，大家每个观众都说很好听，要开始在震动了，真的哦，这样我也太害羞，对吧？我都不知道该接什么了。那你赶快点妆啊！我在等你点防具哎、欸。有有有，但是这个要整理一下，因为真的有点乱七八糟。不会啦，我觉得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很正经整齐的。对，正经的，对，不是乱七八糟，我知道。不是在你心中，我本来就很正经。对对对。对，没错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你可以继续啊，你可以继续。不要唱不下去。没有观众想听啊。不想。不想啊！因为对，等你想唱的时候再唱，不然这样唱起来没有 feel 啊，没有 feel。对，因为你没有让我这样不好说，所以唱不出来。百姓已经在考虑啦、啊，他没有不考虑。考虑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阿妮，你点你的。我咧都无形象啊！人家咧听不听嘛？卡细声诶，有啊！不过观众喜欢是我的声啊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在你下面啊。啊？什么下面？你派人攻我呀！不要害我！在地下那个卵，根本没人在看百姓点状。有啦，不要乱讲话。一二三四。因为这个不是色情台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吃东西啦。对啊，我们刚在吃东西。我也想要下面给他吃啊，可是他没有要吃我的面。我是比较喜欢吃生鱼片的。对，生鱼片、喔、给大家参考、啊。可是我不喜欢吃生鱼片。那没办法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没关系，我总不能，我不可能因为你喜欢吃什么，然后我就骗你说其实我喜欢吃那个，这样太假了，你懂吗？对，真的太假。人体寿司，哎、欸，这个我应该可以，我身上可以摆很多寿司，因为150、150嘛，那个面积可以摆很多。哎、欸，你们什么是人体寿司啊？那是干嘛？可以吃是吧？对，人体寿司可以吃啊，人体寿司可以吃。是那个生鱼片切得很像人的那样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放很多寿司在人的身上。我最好是不知道啦。啊？我有说我不知道吗？我只是故意问你啊，奇怪了，我不能问一下。我有说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问一下。我闹装，我只是问一下而已。你还是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知道。说不知道好像太夸张。可是你刚刚说什么那个也没得一得，敢不敢说你不知道、欸？哎、欸，这个倒是真的，因为我会记错，你知道吗？哦、oh, ，你会记什么、就是、？Oh my god！Oh yeah！ 这样吗？一得跟也没得，一定有一个是痛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舒服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确定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印象中应该是有，是哪一个？一得是痛，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啊。对啊，你也不确定啊、嗯，还说我？对啊，我对啊，你自己都不确定，我不确定是哪，但是我知道好像是有那几个意思的。脸都红了，我兴奋啊！我要过了，我当然兴奋。哎、欸，怎么大家都跑过来啊？还是只是路过、啊？哎、欸，瞧我好朋友，你是没有猛？哎、欸，有啊，哦有看得到。要猛不先，还是要锅盖啊？看你啊，你想要我。这样，你想要我会煮饭，还是想要我，拿抹布做清洁都可以啊。都想要的话怎么办？都想要就一起来啊。就两个都来就对了。好，那就是两个都冲，好不好？那我先，啊、我先冲这个那个 double 哈，冲 double， 我直接冲，我加五就是直接冲就对了。哦，一股手。哦，一股是什么？啊，海一股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是海鸭股吧？海鸭股吗？对，我不确定那什么意思哎，就听过，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嗯。哦，过了。百姓青色才开播。
而且我冲这个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几率，你就这个大概估一下，你平常要冲加七装的几率大概是多少？我先讲，我身上一个加七的敏靴跟敏踢都没有，目前都没有过。哦，我这哦，机翼是好大。哦，是哦，大家都很内行的哦。这是玉帝，对吧？我这才变得不多，高手特别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快点吗？你是疑问句，所以你也不确定嘛，对？哇，我是肯定不确定。我也不确定，我跟你一样纯洁。不是纯洁啊，是我不在乎那个声音啊，我只在乎那个影像。不是、啊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只过了两块抹布哎、欸，这真的有很难过啊，哈尼。嗯。好，继续冲，我先把冲锅盖。对啊，我们先让哈尼冲。期待明天精华哦，这有的剪了，哇，几小时啊，三个小时哎、欸，我操，剪死我！哈雅股是快一点是不是？哦，了解了解，寿司都湿了，嘿，后来懒儿才，他正在这边收敛很多哦，这是这样子的 ，OK 啦 OK 啦，我在这里一定会比较收敛呐、啊，对对对，因为。背负着百姓少的这个名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在问我吗？还是问观众？完蛋了！所以要我又被撩了，我被撩了。对，背负着百姓少的名义，一定要收敛一点。嘿，你这样没行情了哎！你想清楚哦。对啊，不要乱喊哎！真的，真的。不是我打给他，是他打给我，好不好？我打的，不要乱啊，不要乱啊。对，那打就打，打个赖，讲个话又不会怎么样。那我打给小雪的时候，我没听你们讲什么，奇怪哎。对，私底下试试看手速，听说很快嘛。嗯。你那个太慢了，你这样不行。对啊，我的太慢了。对，太慢。没关系，男生快就好了。嗯。等一下要讲清楚是哪个快，是速度还是时间？不是、啊，不好，我是说冲装的按的速度还是按的时间？对，我的意思是指这个。我还要买那个啊，不行啊，人们都花光，每次花光了，一直除了没完没了的，没钱了，对啊，吃什么寿司啊？没钱，刷下去就好啦。没有钱吃，就是干，你自己看我影片，你打刷爆空格平百姓就知道。我知道你已经、啊、你要捐款，然后把卡刷爆、啊。哎呀，不止啊，这连冲装也把卡刷爆。天堂太可怕了，真的，大家引以为戒。地震，不要乱讲吧，不要乱讲吧。百姓的那个视讯抖抖的哈。视讯没有啊，很正常啊。有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特别的抖啊？是你在发抖吧？很兴奋到发抖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桌底下发抖。你那地震很大是不是？不然为什么要躲桌底下？懒儿这样陪我聊天就赚多少？一分钟2.5块？你一分钟2.5块啊？啊？你一分钟2.5块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跟人家讲话这么快？一分钟2.5块，我就有点少哎、欸。我所以你的行情大概是一分钟多少？嗯，要看你咯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看你是要什么服务啦，啊、还有服务、啊，还有分服务的，我不太懂对对对，要看你什么服务，我不太懂什么服务，那是要干嘛？不好说啦，我们私底下再聊好不好？哦，好 ，OK OK。对，不愧是大嫂，博学多闻，害羞不好说啦。讲话要前日，一秒计费，谁给你一分钟？这假的，是一秒的，我没有打过，我都不知道。这里是天堂 N， 天堂 N 冲装台，好不好？这个不要误会。我可以免费啊，整套私底下再聊，不是那个私啊。我靠，怎么一直爆啊？一直爆哎、欸！啊，那怎么办？还是要冲啊！我现在等于是用装备在垫装备啊。嗯，好难哦。过了。抹布好像比较少，多来一点抹布。有人问你有没有打到城呢、欸？没有，这次工程被人家拿掉了。对，
工程有输有赢，这样才好玩呢、啊，这样才好玩。就有打架就好玩，那以前完全都是上面站在那边罚站二十分钟，我觉得很无聊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才好玩。对啊，下面没爆就好，对对，下面没爆，来准备了。干巴爹，干巴爹。哦，你们看到，学起来。学起来，对。你那个熊，我好你好厉害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爆掉了，我爆掉了，爆掉了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因为画面会延迟，你知道？他看的是刚才过那个，有没有？他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爆掉，你知道？没办法，就没有在旁边看。哇，怎么办？我要拉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便宜的房卷啊？然后咋你拉看看，我卡贼，对我都在看左下角，你们说对了，答对了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姐姐为什么越来越好？不是本来就很好吗？嗯，就是会更好啊。哦，好上更好的地方。对，我就可以了解各个部位的尺寸。你要了解什么尺寸？你要讲清楚，观众会觉得没有没有，就那个辅工的长度啊之类的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我还没量过辅工的长度哎、欸。嗯，该出一波了。喂喂喂！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那是你那边的声音吧 ？RC 的声音。嗯。糟糕，然后旁边有男人啊！我 RC 的声音。旁边有男人。我 RC 的声音。他欺骗我，弱小的心灵。他旁边有个男人，有男人。应该是好朋友了，对了，应该是朋友了、嗯，对对对，不是，那是我 RC 的声音呐、啊，宝贝，你不要误会。对、啊，不是朋友吗？不然是什么？我只是备胎，我只是备胎，我只是备胎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对你永远都是真心真意的，没有骗你。表哥，有人说是表哥，戴绿帽，桌面底下好多人啊，变木属性的，我是祭品工具人，我是工具人。我觉得这一台坏掉了。我是工具人。工具人要冲撞，你不是工具人，你是我的宝贝。我上了，好，好，哈尼加油，哈尼加油，加油！啊啊啊啊！我只是后背，不是后卫。快点冲！你十二点要开，你要开什么？十二点什么有活动是不是？看我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活动。来哦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好。嗯啊、我觉得他现在回得很顺，回哈你都回得很顺。我不是、啊、你一直讲，我干脆就对啊，就直接那个、啊、绿的。哎、欸，你看有人，哇，谢谢你，谢谢叶生，谢谢你赞助我哈你，谢谢。刚刚那个爆掉是叶生人气赞助的，谢谢谢谢。再来再爆一个，嘣！要上什么？当然是加七啊，再上。嘣 ，OK， 感谢夜深人静啊，来 ，double 一波上啊，哦喽喽 ，K， 哎，没有啦，就是有对手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在震动啊？好害羞、哦，因为我就说啊，你这样对啊，不要害我，你有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放在下面啦、啊，所以它一直在震动。哦喽喽，等为什么要放下面啊？啊，不好说。K， 啊，攀关系充人气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嘞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你，嘿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真的，如果你再讲一次，你就被我处理掉，懂我意思吗？大家尊重友善包容啊，尊重友善包容啊，对吧、啊？我只是跟他聊聊天，对，不是手机，不是跳蛋吗？跳蛋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
就那个蛋煮了很会弹还是怎样？你不知道，下次可以帮你用啊。啊，帮我用？用对，胶蛋可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下次可以帮你。嘿，我去 Google 一下就好。好，我等下 Google 一下什么是跳蛋。OK。过啊！哇，真的很硬啊！真的硬。锅盖跟抹布真的很硬。各位有看到很硬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超硬的啊！有看到吗？有啊。我书读的少，不要骗我。什么硬拳头啊？你没看到拳头很硬？我觉得你拳头好性感，那修长的指甲。好说好说，所以我这样听起来，你说你再讲一次，你再讲一次，你说你什么欣赏我还是什么那个什么？有就高挑的发线啊，还有嘞，性感的胡渣，对，修长的手指，对，还有然后精湛的身体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然而就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。我这样说有没有？你看我多厉害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你看没话说了，尴尬了，尖界了。我是，对，不是、啊、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外在。但是我最喜欢你的还是你的欧拉欧拉，这是声音，然后以及你的手速。手速、哦？对，手速、哦。哎，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就算你没有开视讯，我也觉得你很帅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？就是一种感觉，听他的声音就觉得哇，这是一个性感成熟的男人。所以，假如我没有出声音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没有那高挑发线跟那个修长的什么手指有啊，要够像。哎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胡渣，性感的胡渣的话，所以。你应该就不会那个了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一定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吧、啊？因为你讲的那些内容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跟各位讲了一个观念，然而你也可以听听看。什么老人家话比较多啊？对，就是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哈，干人啊会老啊，外在啊都是假的、啊，心啊，注意看，心才是真的、啊。所以我要慢慢了解你的内心呢、啊。我的心开在……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就忘记怎么唱了。我就是要慢慢攻入你的内心。嗯。左手一直没听过，为什么要逼退懒而伤人家心呢？没有逼退懒啊，这是一个观念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说真的，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人，不管是朋友或者是男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认识或者对，你看的是他的。外在这个 OK， 因为人的外在是需要努力，可能多多少少，对不对 ？set 一下，那个有差，这个都可以那个的。可是心很重要啊，然而你懂吗？心真的很重要。对，真的啊，那个很帅的、很正的，对不对？我都遇过认识的，也对吧、啊？对啊，有的是像我，对对像你，像你虽然很帅，但是你的内心对我来说、是我最想要的地方。嗯，没错，没错。这一趴就补得很好了，看到观念很好，马上都吸收进去了，对啊，外在 OK 之后，再来就是内心了，哎、欸，不一定哎、欸，对，我不一定、欸，我不一定哦，我光跟人家讲话或者相处，我都没看到人，有些时候我是这样就喜欢一个人哦，真的外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。等一下有没有人听八卦？要听八卦，一波气刷过去，八卦。嗯、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喜欢小夏天的外表。哎、欸，他脸都没露脸，你这样可以知道他外表长怎样？你这个叫太不老实。因为小许正常多了，没人选摩西黑嘛，呵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今晚这一趴是精华，真的。我认识我的第一任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其实她瘦的时候很好看。我这样讲，他瘦的时候很好看，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是我没看过他。那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比较胖的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
就是我们是。那你什么时候跟我在一起？欸，我不知道欸，应该不是说在不在一起，有些东西是有缘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啦，我认真讲啊，我不能说这看讲一些话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嗯，白金处女座，我不是处女座啊，我不是处女座。猜猜我什么星座？巨蟹。猜猜。对，你先猜，我先冲。猜猜。嗯。没猜中，不怎么样。牡羊座，为什么？感觉。这样，你是重义气的。对啊，而且又很。那牡羊座，我知道好像比较重义气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谈前女友，我没有，我只讲我一个就是认识人的一个看法，跟自己的女朋友那没什么关系。百姓会考虑胖胖的女生吗？那跟胖瘦没什么关系吧。我讲他就是要看内在啊。对啊，我其实我不太看外在。当然你要说、啊、你要说完全不看，那偏小，哎，不，压力抓高了，我就看得顺眼就可以了，你懂吗？对，看得顺眼，我觉得你很顺眼。你这样刚刚那一问，我就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哈、啊，那个就是蛮风云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就150公斤左右。你现在抓高了，你以为讲那么严重，我就会哈、啊？对，我猜大概应该，我猜一下，60-65应该有。你会这样讲，应该有60-65。没有150。我是说体重。150啊！你听，不可能啊！你知道150公斤，然后150公分，你知道你那张图是变形到一个不行的，你知道？我就跟你说，我不是说我修100%，修100%，阿林伯阿多，对吧？对啊，那个你是怎样？原本的脸就把你修成一个这样子的，原本是一个大圆形，然后把它修成那个三角形。哦，厉害厉害！啊，你蛮会修的，是谁教？很厉害吧？谁教你的、啊？我自己学习的、啊。嗯，所以你用哪一套软体啊？我用手机的软体。手机软体不多啦。可以啦。嗯、好，我继续拉哦。对，它现实可以当屠龙者，我就是那一只的。是哦。对。你是恐龙是不是？对啊。性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什么意性？什么性？没有没有，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哦、对啊，对心。所以当我讲说我很注重内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开心了一下？对，很开心。哦，是啊、哦，很开心，非常的开心。嗯、那百姓，我们可以见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看内在啊。啊。他无言呢、欸。你据点我。啊，不然我要回答你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说好啊。但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样画面是这样。我跟你讲说好，很多人都会约我，你知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可以，我不行？我也要约。震惊起来了，干话连篇。哎、欸，什么干话连篇？是后面才有吧？前面不是干话吧？你不要乱讲。对，我们现在很认真的要点装备。然而，真的150，你会不会转头就转？不是啊，你跟一个人认识，跟他体重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问一下，是你想要干嘛是不是？那个 Michael 啊，是你想要干嘛还是怎么样是不是？对啊，我都搞不懂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观念很重要啊。真的150就在那边喝茶聊天啊，不是，那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男女生认识，你们就直接想要这么直接啊？就想要干嘛？是不是？要不要步入礼堂还是什么这样？哇，你们都这样哦？不是吧？我不相信。对，我问你，在座各位，你们认识不管男性想当女朋友或者不想当无所谓，或者认识女性想当朋友不想当了，你们？的第一个 focus 就是想干嘛的按一，啊，第二个会说哦，我只想认识一下，当个朋友按二，请投票。
我的话，我啊，你应该要冲装了吧？我知道，我还没讲完，你要让我讲。我的话，好吧，我说真的，我是二优先，但是一是后面的，你懂吗？不要说，不要讲那么他妈让他虚伪，虚伪。你就有些时候感觉对了就可以出发，有没有听过？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懂我意思吗？先二再一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 focus 先一再二，我跟你讲哦，各位宅宅们，有没有？我是说某些我也很宅了，对你如果先一再二，你基本上就嘚嘚，懂我意思吗？懂吗？标记表示要点的没？先一再二，嘚嘚。对，先你就想要给人家干嘛？你干脆我跟你讲，你就刚刚讲说 SBD 哦，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？SBD 我真的没看过，我是听小曲说的啦，真的我听小曲说的，我相信应该是某些比较特别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来喽。哎，你也觉得要点了没有？我多啊，看老人家就是话多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懂我意思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故意的，这样他就受不了了，听到我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讲的时候很帅气啊。屁！你问一或二都可以啊，我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都是朋友嘛，啊、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是一或二有所谓，一不是朋友哦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应该说不定不是他先，是我先啊。等一下，你知不知道一的话，这样你是朋友都可以一哦，是吗？不行啊，但是就是要看感觉嘛，对嘛，看感觉嘛，对。对，感觉很重要。我觉得你感觉比我很好。嗯，了解了解。爆！一是真的也是有朋友啊，对啊。怎么办？情长得以冲装失意，真的吗？你可以拒绝我吗？哦，好，我拒绝你。那我们晚一点再开始。我被打枪了，各位观众，我被打枪了，完蛋！人公这灵性，嗨嗨嗨嗨落啊，还是爆哎、欸、啊，搞骗！火布真的是很难冲，火布真的很难冲。忘掉的忘恩，跟各位讲一下，我冲装的，我冲装了一个概念，因为在你资源有限跟钱有限的状况底下，对不对？我们住房不要去直接点，懂吗？住房不要直接，我是这样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买住房，457寸，所以我等到其中有一个过二的时候，我再来用住房。好啊，懂吗？观念很重要。好，然后一波七刷过去，各位观众。一波七就加七了，一波七过去，偏偏不爱的是别人，最近这，呐呐呐呐呐呐呐，给给一波七啊！我要看到什么数字都没看到，我只要看到一波七，来喽！以后别做朋友。又不能牵手，好了，赶快冲！呼噜呼噜呼噜，切！喜欢阿姐啊！我对他已经失望透顶了，我真的对他很失望啊！唱这个，啊、这个很难冲。哎，要再冲吗？我已经加六了。嗯，先放着冲别的啦。好，冲别的。这太危险了。将太危险，飞太远。哎，拿回来再来。哎，我想一下。防具真的很难。嗯，我加六直接上好不好？好，都可以啦。好不好？一波七，各位，一波七啊，一波七，一波七刷过去，真的，我需要各位集气。
一波钱。那你如果你冲过了，我就要先去洗澡。嗯，好。那你可能没有机会洗澡了，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。哦喽哦喽哦喽！啊！天哪！你们要想清楚啊！劝世啊，平民百姓的劝世啊，各位，直接直上好不好？哎，一波七啊，我们直上了。一波七，一波七，再刷一波七，一波七。对，我直上一波 seven， 各位观众，七七七七七七七，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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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啊！直接爆掉太快了吧！啊啦啦 kill 啊！哦啦啦啦 kill 啊！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记得分享给你旁边。